他们也上课嘛，你来刚好是吧？你去跑教室再吃吧。这是你的报告哎、欸，是你给我们时间哎、欸，不然我们都不要做报告了、啊。现在的学生可怕到极点。刚刚建立组讲南管北管，我只是跟他们讲说那是高二音乐课本，就一副不高兴。现在的学生是这种态度。你知道我们花那么多时间，我们齐齐要特地来做，然后我们花最多时间的地方，那跟我们说一句，因为他是高二的东西，然后删掉。然后呢？这样子不对吗？然后人家做这在做个屁哦，那我们不用做啦、啊，因为是全部课本上，我们上课本内容就好啦、啊，我们地图就好啦、啊，我们有需要做报告吗？不需要。现在的高学生是这样，我说高二的课本里面有这个内容，你们现在就讲高一就好。不是啊，因为这是报告，我们想要介绍。那、啊、你觉得你的想法就一定是对的吗？没有，所以我们上面的内容我们也没有说，只是放个影片，然后大家介绍。有一个班级像你们这个样子吗？像你们这一组这样吗？有几十个班组，有像你们这一组这样吗？我叫他们删掉南管北管，他在那边说我怎么样？对，其实可以先讲，可以先停。虽然我们只是介绍，我们没有说我们要上台怎么样，这是你的报告。然后那边签完魂，还全部报告在上课内容这样，我说不行，你要可以下去了。文化部来说，签完我们是一个无形的办事场。他们来上课嘛，你来当老师嘛，你去跑教室再吃吧。这是你的报告哎、欸，是你给我们时间哎、欸，不然我们都不要做报告了、啊。这是对老师的态度吗？这是对老师的态度吗？现在的学生可怕到极点。谁在录影？好，删掉。而我有录影的权利。随便你们要怎么讲就怎么讲。你们看过去的报告有这种像你们今天这个表现吗？你们可以看上面，我全部都有记录。你有让我看过范例吗？那说明说你只有说挑选课本上的一个章节内容。做报告哎、欸，你只有这样讲而已，你完全没有说明说不要讲什么，或者是怎么不可以讲，你什么都没有讲，然后就说这是高二课本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删掉。我只能说，现在的这是你的疏失吧？我只能说现在学生很不乖。不是啊，条件要先说好了的啦，没有说好，不知道有人，没有人会知道要做什么的啦，真的啦，应该先说好了。